过年要到了，我想每次在做过年的年菜，大家都很头痛。那其实年菜不需要太复杂哦。我今天呢会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的年菜，跟大家分享。我要做的年菜的菜名叫做鸿运当头辣鸡翅。这道菜是有一点点偏这个日系的感觉，但把它呈现出来是，我们中式的年菜。接下来再切鸡翅膀的部分，把它对切就好。那这边我们先把火打开，让锅子热。鸡翅膀是一只鸡里面它油脂最多的部分。那好处是什么？好处是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再特地加油了。锅子一定要热，锅子热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鸡翅膀把它放上来。一开始下锅前，你的锅子温度一定要够，要大火。那接下来就要转成小火，因为如果是你用大火来说的话，它可能还没有把油脂煎出来，它就已经焦掉了。我们可以现在烫这个花椰菜，我们会放一点点的油。好，那再来盐巴要放进来。这个好处是你烫完之后，它的花椰菜就有味道了。你看现在我们把火打开的时候，它开始有点回滚。等到完全都滚的时候，大概30秒就可以拿起来。好，回滚大概30秒，拿起来放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有点焦焦的哈，我们就可以把水放进去。这个部分是把它这个煮熟哦。那我们先来准备酱汁，辣豆瓣酱，大概是1匙左右，味噌1瓶匙，然后这边是汽水。你会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用汽水？因为汽水里面会带点酸，然后带点甜，这个在韩式料理里面是很常拿来用的。然后补一点点的酱油，然后来一点点糖，把它拌匀。好，那现在你可以看，我把火再打开，汤汁已经都没了之后，你可以把蒜头放进来，然后葱放进来。锅子里面还是有一些鸡肉的油脂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，刚刚的酱汁进来，去烧它。那现在目前呢，温度很高。等到这边的水大概降一半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甜椒，黄甜椒跟这个红甜椒放进来。可以看它收汁之后，它所有的酱汁都会发附在所有的食材上面。盛盘的时候，先把甜椒跟小翅放在中间，接下来中翅放上来。上面再点缀一点芝麻，看起来丰盛一点。对我来说啊，料理啊，其实只要用对方法，它会变得很简单。但清洁也是一样，只要你找对了帮手啊，你也可以轻松搞定哦。过年啊，大扫除或者做完年菜啊，很麻烦，但我觉得不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用这个。只要你用对帮手啊，好比轻度的脏的话，你喷一喷，直接擦掉就可以。中度哦，喷一下，静置了大概30秒，你也可以轻松搞定。重度啊，像这种，好不好？把它喷完之后，静置个3到5分钟，一样轻松搞定。真的还蛮厉害的。过年打扫，我觉得不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用这个，你可以试试看。